看这阵容，就算扎布联合出击，有啥我们搞不定的？克隆模式，我约程咬金，白里守约妲己都不错。哎呦我去，赛特，你可别说话了！你被禁言了，把嘴闭上。哎妈呀，这英雄是谁呀？还没玩过呀？这技能都是干嘛的呀？哎呀，我去，技能都不知道，看好我的操作啊！出钩必中。哎呀，我钩了一个，快！我再钩到这儿，对，快干呐！哎呦，我太强了，可能这就是我的本命吧。还有谁不服？学长你啥也不是，还没我钩准呢。我们正经姐妹花正式出道，对对对，咱们三个抱团来一个勾一个，前面草丛一个落单的，快来快来，来来来，快打断，打断他大招啊！哎呦我的天，你们也太坑了！你们别在一条线上呀，咱仨人怎么还打不过他呀？傻子鬼，仨人这么高，这才姐妹花刚出道就没了。花落水流。哎呀，你瞎勾啥呀？能打过吗？你就勾啊！啥也不是，还带我一起死，烦死了！烦死了！我勾好了，我先上。不是不是，我勾到你们人呢。打不了，打不了，后边来人了，快跑啊！哎妈呀，我咋跑呀？哦，我有闪现，来了，老弟。哎呦，这怎么还有一个？跟我走，跟我走，咱们奋起反抗一波。哎，我勾好了，我能勾，我能勾。勾了，快，揍他！上呀，我的精灵给你们加油，快揍他们！哎呀，我去，这是勾了个什么玩意儿啊？完了，不会吗？三太太坑了，现在还在等复活呢。可不咋，三太太坑了。我三杠十三呢，我。再说了，我这叫相信你们，觉得你们一定能带我飞。三杠十三还不坑？你还想咋的呀？你咋不上边呢？不是，连我都带不动，你们也不行呀，啥也不是。